每天出行你都会带些什么呢？今天正好在收拾行李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每次出行都会带上了几件数码好物，都是我长期出差旅行精简下来的必备物品哦。首先是 i 人必备的降噪耳机，我喜欢轻装出行，所以出行的设备也都以便携为主。 AirPods Pro 这种小巧的耳机就很适合放在小包里，随时可以掏出来戴上。体积虽然小，但降噪效果却不差，坐高铁坐飞机再也不怕周围太吵，有多香用了才知道。然后当然是拍照设备啦，以前我出去旅行都会带单反或者微单，实在是太重了，旅途那么辛苦还要背着沉重的相机，人都麻了。现在我出门一般就带这两样，体积重量真的友好太多，出片效果也不输单反哦。最近这两部拍照手机都是我的心头好，玩手机的同时遇到美景随手就能出片，再也不用管什么复杂的相机参数了，一入安卓深似海，从此单反是路人。而这台运动相机则是我出门都会带上的 vlog 神器，使用非常简单，拿起来随手就能拍 4K120 帧的高清视频，比手机拍摄更流畅，夜景效果也很 nice， 可以翻转的触摸屏超实用，不管用什么刁钻的角度拍摄，我都可以预览到拍摄画面。而且 AI 助手还会帮我把拍下的视频自动剪辑成精彩片段合集，直接就能分享到社交网站，不用再花时间剪视频，真的很爽。自带的 AI 魔术师还可以把视频一键生成各种风格，这样发朋友圈不要太酷。期待下次带他去滑雪和潜水，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。出去玩的时候时时刻刻都在拍摄，难免会出现内存告急的情况，我都会带一个小小的 Type-C U 盘来解决存储问题，直接插在手机上就可以快速导出文件。顺便再安利你们一个 APP，安卓、苹果、PC 端都可以蓝牙连接，无线互传，出去玩的时候跟朋友互传照片、视频超级方便。电子设备太多，出门有时候要带好几个充电宝，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充电线和插头，后面换成这个就省心多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它可以给五台设备同时充电，不管是耳机、手表还是备用机，充电问题全部搞定，磁吸超稳的，一贴上就能充电，充电速度也很快。恶魔之眼还可以拉起来当做手机支架，一边充电一边追剧，2万毫安的超大容量，外出时再也没有电量焦虑。然后数码收纳包我也是必带的，毕竟东西多了难免磕磕碰碰，都是血汗钱啊，东一个西一个找起来也很麻烦。一般这种收纳包都是有一定厚度，面料还能轻微防水的，可以更好的保护咱们的数码设备。我有好几个不同大小的收纳包，像这个小的可以放两个手机，还可以放一些充电线和 U 盘，大的层数更多，可以放更多的设备和配件。我一般会根据出门的设备数量来选择，一包装完，不管是放到行李箱还是放到背包里都很放心。行李收拾好准备回家啦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你们有没有什么出行好物，快快安利给我呀。